不爱睡觉的阿红，我爱睡觉，只是没办法睡觉，这已经太忙了。哦，一开始先这样，然后转十 combo， 一把不一定要转十 combo， 但就是本命要全消。感谢扯旗的港币十块抖内，我怎么觉得假冒账号昨天被你嘴得很惨的阿明，我不知道那是谁，但我昨天也不是故意要嘴阿明的啊，就是刚好看到他很欠嘴啊，不，我是说，就我觉得就还是不要嘴炮啊，因为看太多嘴炮觉得有点反感，那种要抖内的嘴炮。欸，有人变成红色的了耶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那个整队都变红的啦，小蒋也变红的了，好红哦。很舒服，然后小整版，欸，其实这才是速刷剧本吧，这很速刷，而且很符合耶，啊，这样就可以跳桥啊，可以捡 CD，欸，这完全完美剧本欸，哇，欸，这舒服欸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然后再合体一波，直接爽起来，爽到变鬼，有没有？哇，再送这剧本100分欸，完美剧本在走的各位，我晓得有点烂，但是还是完美剧本，这个伤害打这种就够了。好的，忘记开庸子，开庸子更屌啊！那伤害应该是冰冰冰冰。这队一定可以解光弓盾啊，光靠那个就可以解了。啊，你怕的话就把这个开起来吧，这一定可以解啊，还不用转出文猫，舒服到爆炸。超完美速刷队耶，这天元这个剧本真的是猛，这谁想的？好猛哦，这剧本真的很速，而且很稳，照着打一定可以过，超完美。不过会有点油啦，你需要大西蒙小西蒙的搭配。啊，没有小西蒙其实也没差 啊就是王一的时候那个弓前盾等一回合也是可以，就空转，然后被他打一下之后再空转一次，欸，再回一个血，然后再打他，这样也可以。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两张一趴，但你有两张一趴的那个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啦。这张可以随便换，